1000多拿下 A4 旗舰苹果手机是什么体验？今天帮粉丝挑一台 iPhone 12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的外观啊。刚刚是小金里面从这里面挑出来的一个机器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边框呢是一个非常亮的一个橙色，你看一下。然后后盖的话，有一点轻微的划痕，但是呢，带壳的话基本是看不到了嘛，对吧？然后屏幕是非常重要的，主要是看一下屏幕。屏幕的话，成色是非常好的啊，基本上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屏幕。然后你看一下，也是滴水成珠，这个素釉层还是很好的。在机器的话，我们目前市场行情的话，98星量级大概在1800左右，想加跑腿费的话，1999就能入手了，不到2000块拿下，性价比真的非常高。而且配合 QBE 解锁的话，插卡即用，跟无锁基本是一样的哦。它是一个 A14 的一个处理器，支持 5G 信号，直角边框跟旗舰是同款，6.1寸的 OLED 屏幕，显示效果也是非常细腻的。这台机器的话，我们刚才也是简单的一个质检了一下，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这台机器，等我们带回去再给我们的专业的师傅再质检一下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今晚给粉丝发货带走了。然后的话，这个会送上一些配件，还有小金家的180天质保服务，让你们买的放心，用的安心。